姐夫这病啊，我就能诊断了，穷疯了，完全是穷疯。钱社长，哎，我让你看看啊，行，看着啊，中国福利彩票，对 FC-1232332啊，中奖金额500万，看清楚。我看什么？看清楚，不是上个星期的，就是昨天的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没错，谁也敢去医院？我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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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那个去，解散。只有做不到，没有想不到的呀！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哥呀。哥，别哆嗦了，哥，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娶二米粒吗？啊，你以为我是看上她的美色吗？不是，啊，其实我是看上你了。啊，大姐吧，正是因为这个家里有你呀，啊，你就是我的转运星啊，500万，咱哥俩的啊，咱哥俩创业的资金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哥哥哥。啊，那个自打你进了咱家门啊，我就看见你是绝世的好男人呐，啊！以后找男朋友就找你这样的。哥，你给买个2016年的爱马仕包呗，不贵，才不到20万。哎，你猜会儿，你猜会儿，哥哥哥啊！自从你进我们家门，我就发现了，你绝对不是穷命，你就是俺们家的三财童子啊！哥，咱们商量一下，咱这房子后面的尾款你就全交。哎，哥！哎呀妈呀，你怎么也叫我哥呢？啊，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好老公，把钱交给老婆吧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妈，你上两句呗。我，嗯，哥。哎呀妈呀！啊，这差老辈了，不行啊。孩子，哎，那个，钱多钱少不要紧，自打你进了咱家门，妈就认为你是好孩子，咱可不能因为这点钱落了毛病啊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啊，嗯。爸，你上两句呗，不许叫哥。我能像他们那么二吗？嗯，兄弟，啊，从打你进咱们这个家门，你中500万，我要信我是你孙子。哎呀，不是，爸，你怎么还不信呢？来来，不说了，彩票就在手里呢，500万，我们哥俩的，咱哥俩的。不是那个媳妇儿，你先撒手，你听着，你撒手，你撒手，你听我，你撒手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钱呐，啊，肯定不能是你的，你不能扔下我呀。你听我跟你说，这个彩票也不是我的啊，这彩票是我替别人买的。什么？是谁买的？是这样，咱们隔壁王叔啊，让我给他买张彩票啊，这张彩票是我替王叔买的，而且钱呢也是人家王叔出的，所以这个彩票我得给人家王叔。你站住！你站住！你。好家伙，拿着500万想跑，跑什么？你跑！我问你，王叔让你买的啊？是不是你去买的？是我去买的，那就是你的，说明你手气好。对呀，啊，王叔买了一辈子彩票了，他中过奖吗？这对呀，啊，这个钱哪得给人家王叔？我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啊，我不同意，我更不同意。媳妇儿，你说呢？我听妈的，我也听妈的。孩子，哎。彩票是你中的，你说了算。行，妈，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做回主。嗯，这张彩票是人家王叔出的钱，让我跑个腿帮人家买的，所以这张彩票呢，咱得还给人家王叔。古人云：“非礼之财莫收，非礼之事莫为。”我一直做人就是这个信条。好。有你这个老公，我骄傲。你拉倒吧你。我告诉你，这是500万，缺心眼啊你啊！我才不缺心眼呢！我一看我手气来了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当时咔，我又买一张彩票，哎呀，中了吗？当然中
了，别想中，中啥了？一块，一块钱呢？什么一块钱呢？我这种东西一块钱你可买不来。啥呀？什么呀？一块香皂。好，好，这块香皂中的好。怎么彩票呢？这儿呢？就是他是吧？啊，我把这张彩票给王叔送去，就说王叔中了块香皂，恭喜他。哎，干啥呀？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怎么的了？我不能这么干，这么干我后半辈子我睡觉我都睡不着。睡不着觉怕什么呀？你有500万呢，你买多少安眠药睡去呗。你呢？500万买安眠药吃啊？那我还能醒得了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不愿意做这个坏人啊。你这样，你把它交给我干啥？不，你就说让我去买的。不行，你也不行。不是，我跟王叔，跟王叔就是肥皂，不行就是500万，就得把这张给人家王叔。你没到干啥？哎呦喂呀，今天家里人挺全我呀。哎呀，他大姐夫，王叔啊，啊，我让你帮我买这张彩票，你买了？啊，是买了。在哪？中奖了吗？中了。啊，中了。中什么了？恭喜你啊，一块肥皂。哎呦我的妈！孩子，哎，谢谢你喂，你这个手气真好啊！我买了2年多，今天中的是最大一个奖啊！谢谢。哎呀，手气真好！谢谢那个王叔啊，啊，你是这样 啊，你现在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行，让心脏跳动的慢一点。哎呀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说这张彩票啊。这张肥皂不是你的，你中的是这张彩票啊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张是张大奖，500万。多少？500万。多少？500万。你看这家伙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今天不知道是愚人节啊？啊？还500万？哎呦我天哪！你吓死我得了！你真中了500万？好，好，好。来了啊！谢谢你，我真中了500万。哎呀，谢谢你呀、啊，就是没有顺风实在。你老说顺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家里我最闲的就是王叔，你净说实话。你就是装香皂的吗？真是500万，你拉倒吧。你们老你看你装的你，一点就轮。怎么这么严重？哎，别人不相信你还不相信我呀？真中500万了。好，我真中了500万了。啊，大伙作证，我中了500万，我也给你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打我穷开心了，我回家。王叔，那彩票呢？嗯，你仔细看着啊，我给你念啊，王叔。念。中国福利彩票 FC-1232332，中奖奖金500万，你看一下。快起来！我真中了500万！老王啊，你激动啥呀？你不说这500万给我了吗？你们就别吓唬他了。是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王叔，王叔，中奖了！师傅，你见过钱？你看我500万得多大一堆？500万啊！100万一张的5张啊！你什么呢？咱都没见过500万吗？老鼻子了！哎呀，500万呢、啊！可惜不是我的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楼上老刘头腿脚不好，叫我给他买，完了我又找那杠子给他买的。你说人家在家躺着都中枪，他在家躺着中奖，这个老头子，这个头皮真好哎！我明天一早就送给他。别别别，什么明天一早？你现在就给人送去，你拉倒吧。今天愚人节，你送下他信呢？明天吧。哎呀妈，我拿回家暖和暖和。哎呀妈，好。这可真行啊！哎呀，大姐吧，啊，大姐吧，啊，谢谢不说话。啊，怎么的？我这有10块钱，你给我买张彩票。告诉你啊，中不了1万块钱别回来啊。大姐吧，啊，我这20块钱，你给我买张彩票。我中个爱马仕包，你就别回来了。大姐吧，啊。二米粒那个中奖以后，从他的中奖奖金里拿出10块替我买，中不了1000万，你死去！哎呦喂，这帮孩子都见钱眼开呀！大姑爷，哎，妈这有10块钱，你给妈买点。
挣多少都行啊，挣的越多越好。哎呀，你责任重大呀！啊啊，这咋整啊？这个买，看了，哎，你让爸也买几张小院吧。爸，你还有钱吗？我。这可是爸最后一笔财产啊！千万。